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0集的节目啊。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一下子到1500集，对不对？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算错了，好吗？我就虎扑汽车就脑袋有问题嘛，数学很差嘛，对不对？就基本上智商不够啊。好了，这说笑的啊，我们啊开自己玩笑可以啊。啊，说自己是笨蛋、傻瓜、白痴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随便讲别人笨蛋、白痴啊，讲别人的有的没的，你可能会出事情。今天的话呢，我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子啊发生一些事情啊，大概的来龙去脉是这个样子啊。我可能大约在啊五天以前呢，我在4月2号左右啊，我发了一个文章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我的这个 YouTube 的社群上面。那文章的内容呢，大概是讲述呢啊，我在3月份的收入，月收入达到了新台币10万，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啊，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数字是多还是少，不管，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这篇文章里头呢，完整的文字内容的话呢，我会发在文章的这个影片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完整的文章的版本啊，所以不用担心没看到啊。那我的大意也都是说呢，过去这几年我遭遇很多人生上有一些小波折啊，包括我父亲过世，那我这几年以来我开了3家手摇饮料店，3家都亏，亏了 N 百万的台币。然后我在前年下半年我又离婚啊，我生活有一些人生上面的一些波折，但是我呢就秉持着一个啊，没有时间检讨命运呢，我们就尽量继续硬着头皮往前冲。那我现在的话呢，努力到现在我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收入的状态啊，我变成一个工作狂，度过了这2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呢，在我自己的版面上是比较多朋友给我正面鼓励的啊，认为他们可能看到的是我的心路历程。那么可能有人是觉得我新的突破，也有人觉得我过得很辛苦怎么样。但是这篇文章呢，被台湾一个叫 TFND 的论坛的站长转到他们的一个 LINE 群组里头去呢，去把我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分享的我的文章，但是他给自己下了一个标题啊，他说原来他一直都说胡不奇的又离婚了啊，我只能说这是充满，我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一个标题啊。那在这个群组里头呢，本来就有一些对我非常不友好的人在里头，那这个群组呢大概有200多个人啊，里头呢有相当多我的朋友在里头。那据他们给我的一个描述呢，这个群组里头讲我的坏话已经是好几年了，但是我个人呢都不以为意啊。那为什么我不以为意呢？因为每个人都嘴巴长在他们脸上嘛，我没意见。那为什么这一次 TFND 这个论坛呢，这个群组呢讨论我的事情我会特别不高兴呢？那是因为发起这个讨论串的这个人呢是他们的站长，也就是他们这个站方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以稍微追究一下啊。因为如果是下面那些喽啰啊、虾兵蟹将、牛鬼蛇神啊，我可以当做你这个老大管不住小弟那就算了啊，但是你这个老大自己跳出来带这个话题，那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啊。那这个部分的话，这一期的部分呢我会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我关于我个人私人方面的事情，第二个的话呢我才会跟各位聊一下我怎么看 TFND 这个论坛的事情。那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先讲自己再讲别人啊。说到我这个离婚这个事情啊，我是在我父亲过世大概就是1年半啊，快要2年之前，那我父亲刚离世大概3个月左右，其实我就已经离婚了啊。那具体原因我不想说啊，跟钱有关系，但其他我都不想多说啊。那我曾经很多次的讲过啊，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啊。特别是你只要是个正常的人类啊，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男子汉的风度的人啊，你都会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就是分手就不要提前任的各种点点滴滴，好的可以说啦，但是坏的你就尽量不要讲，对不对？分手之后就不要提前任的点点滴滴，这是基本常识啊。
那离婚也是我个人的私生活的事情，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是也绝对不是什么很丢脸的事情。他就跟，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离婚嘛，对不对？但如果你看我节目很多年的，你就知道这是我第二次离婚。那大清国都灭亡100多年了，离婚有什么大不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拿出来说，你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而且我们是签字离婚，非常快速就离婚，能够平安度过离婚这个阶段，那表示我们都是有相当的手腕还有理性去处理这件事情啊，并没有说你纠缠我，我纠缠你，然后互相折磨对方，没有这种状况，我们就很快就离完，我们堪称离婚界的典范，你应该跟我学习好吧？如果你想离婚，你可以问我，我告诉你怎么离啊，啊，趁着气头上赶快离，你可能比较没有麻烦啊。那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了啊，那你们特别挑这个事情出来说，我是觉得你们蛮无聊的了啊，那。我的部分大概也就是这样，我只能说我过得很好啊。离婚之后，其实我的生活，全新的开始。我觉得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那在工作上面，我就进入一个工作狂的状态。我觉得各方面来说，我过得挺好的。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过得非常的不错啊。那这我个人的事情就到这边啊，大家也就不要再去想象什么，还有什么有的没有的哦。包括有人散播说什么是我有外遇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说，如果你有证据的话，你就拿出来啊，不然你真的你会造成很多人有困扰。因为我现在的副业，我要跟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接触啊，那你就在那边影射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我只能说这些女生每个人都会被你影射到，你这个嘴巴讲话，你们要放干净一点啊。那我自己的部分就大概讲了这么多啊，那我最后我再提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好了啊，我相信看我频道的观众啊，你们如果够理性的话，我们人的一生啊，顺境中你是看不出人的品格的，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怎么度过，才是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我在一年半之前那个时候各种打击的情况下啊。各位应该没发现我有什么异常，我还是做我平常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是平安的把它度过去了。那甚至可能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听到一些对我很不利的留言，但是我也置之不理，我甚至我也当作不知道啊。为什么？我把我的日子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啊，这个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有家上有老母下有小孩，对不对？我爸爸走了之后，我妈妈当然我要尽量好好照顾她。那我小朋友也还小嘛，毕竟你还是一个国中生的孩子啊。我有我自己的，人生应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没有空，啊，去回应这些有的没有的。那顺便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关于 TFND 这个事情。那当然我要顺便提一下关于变形金刚的这个同号圈的事情。其实如果台湾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到说我这两三年我几乎是淡圈的状态，甚至是半退坑的状态，除了更新我自己的节目之外，我几乎已经没有在网络上跟变形金刚的迷友们在社团上啊，或者是在我的粉专上面去做互动，我几乎已经是闲云野鹤了很多年。包括大陆一些迷友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跟玩具无关的呢基本上我都是不回答的啊。比方说谁谁谁哪个 UP 主出了什么事，哪个 UP 主怎么样怎么样，那问我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都是一律一样的，就是我已经闲云野鹤了，这些都跟我无关啊。我相信有些人你会收到我这样子的回复啊，那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收到，你们很多人问的我都是一样的回答，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我都没有乱说的，我都一律都是过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那么讲到 TFND 的话呢，他们在台湾呢、我记得我2009年入坑，然后我刚回台湾是2010年年初的时候啊。TFND 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变形金刚讨论的一个论坛，非常非常有影响力啊。那当时我也非常崇拜这些从 G1 就开始入坑的老前辈，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迷友，然后知识量也很丰富啊。论坛的这个风气啊，还有讨论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那么呢，我对他们的一个那当时我开始做影片啊，做一些重图的玩具，我也会到上面去发表文章，我也想在上面交到朋友了啊。那后来在应该是2012年吧，台湾有一个变形金刚展，那当时就是这个
TFND 有做了相当大程度的一个主导啊，当时算是团结了台湾啊很多的变形金刚迷友呢，一同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啊。当然主办单位是一个商业活动的单位，那 TFND 是提供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技术上或是一些知识上的指导，这些大家都是记得住的啊，所以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非常非常崇拜的啊。那么2014年之后吧，还是2015年之后呢，这个论坛呢开始接受台湾海之宝的赞助，当时因为我也有拿，他们也有拿啊，那么大家就各玩各的吧。但是后来的话呢，到了 Combiner War 时代呢，他们就开始，我个人感觉他们的一个带的一个风气，我个人开始不是那么欣赏啊。我讲一个最直接的啊，他们的这个 TFND 的这个论坛呢，有一次呢，甚至发起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说鼓励大家呢啊，就是不要等跳楼才去买玩具啊。他们这个文章发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哗然了，包括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说你。虽然我也拿海之宝赞助，但是我再怎么样我不会叫大家说不要等跳楼啊，你怎么管到消费者的钱包上去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对这个论坛的话，我就对他们的一个心中我有一个分数开始有下降。当然下降归下降啊，也没有必要说翻脸或者干嘛有的没有的啊，我就开始就不追踪他们的一个新闻，就慢慢渐行渐远，大家各玩各的也没什么，这很正常的嘛，不合就散嘛。那么呢到了最近这几年，我可能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去看他们的论坛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模样了。所以说我在前几期的一个我在做这个这个 Sky 天欧的那个小玩具，就是我预告我1500集我要好好聊 TFND 的那一集的节目里头呢，我提到说这个论坛呢非常有影响力，是台湾最大最有分量，甚至是可能两岸三地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顶级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论坛了、我应该是讲错了啦，因为我对他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2015、2016年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对他们不感兴趣，就是不是那么欣赏他们的态度的时候，我就不追踪了啊。当然这个有好有坏啊，好是好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不喜欢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嘛，对嘛，你就学学我嘛，你不喜欢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啊。但是因为我不看的关系呢，导致于说呢对他们这个论坛的一些现况的一个 follow 呢，我等于是跟不上时代。那我发了一个这个我对我那就我抱怨了 TFND 前几天呢在他们的赖群组里头讨论我的私生活的时候呢，我很不高兴嘛，那我就发出这个讯息之后，居然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跟我留言说他们从来没听过 TFND， 包括玩了5年甚至更多年的朋友都说完全没有听过。我开始觉得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是我的情报已经落后太多。后来我大概去这两天我大概是了解一下，真的这几年他们大概我这样讲好了，他们一整个论坛啊一年的开箱文还比不上我一个人的开箱文那么多啊，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是太弱了？你们不要光顾着讲别人的八卦，好不好？认真一点啊，做一点玩具的讨论，做一点玩具的开箱，好不好？你们不要一个论坛那么大，结果比不上我一个人呼呼其声，而且我已经半退坑的状态，我一个人还把你们全部打趴，这样太难看了吧？你们可以振作一点嘛 ？OK， 加油啊 ，TFND， 加油！你们曾经是 Number One 好吗？啊，那这个让我是第一个，就让我很傻眼了、啊。当然。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我太多年没有去关注他们了，可是哇，再往上说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就不看而已，就这么简单而已啊。所以就反正我给各位的情报可能有点不太正确啊，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那既然没有什么影响力，那我想今天也不用太去苛责他们，因为我不太喜欢，好啦，我们不喜欢打那个太弱的对手啦，因为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那我想那就算了，也没有什么，既然都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那就当做我大惊小怪好吧，我错把他们当成很大咖，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什么人知道，那就这样子也就算了，我觉得再打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也打了也够了啦、哦、那到今天的话呢是4月8号啊，那在今天下午呢有人呢传了一个截图给我看，
这个截图的内容就是他们的站长呢，就是在他们的网站，在 TFND 的论坛， TFND 的站长在他们的论坛上面发了一篇对我的道歉信。那这个道歉信的内容的截图呢，好，我现在呢会放在画面里头，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先跟我说声抱歉，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说好，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这一篇道歉文呢，在我看起来的话呢，如果我是他的这个国文老师的话，我可能会给他打很不怎么样的分数了啊。首先的话，第一个呢是，有三个让我看得很生气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及格。就是说，第一，他虽然是公开道歉，但是他并没有对我道歉啊，也就是说呢，我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的讯息。那这个感觉就像说呢，你今天走在路上呢，你被人家开车撞到了，结果撞到你的人下车之后呢，就当原地开记者会，然后告诉街坊邻居说对不起，我撞到人了，我错了，我做了不好的示范。可是他就是没有转过身来跟我 say sorry，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但凡有点社会历练、基本常识啊，如果你的智商跟普通人一样的话，你应该都会可以感觉得到说，你这是什么的什么样子的公开道歉？你完全没有任何诚意可言了。你没有对当事人直接对他道歉，你发在自己的论坛上面，然后就代表我一定会看到吗？如果不是人家贴给我看，我还不会看，而且我还是好几个钟头之后我才看到。为什么？因为我在忙其他事情啊，对不对？但第一点，他们没有诚意，是没有诚意在这边。那第二个是，他里面有提到说呢，他们的这个网站的创立呢，是属于玩家个人发起的啊，孩之宝没有赞助他们。但是下面那一段又说呢，孩之宝有提供他们东西开箱，又给东西，又提供奖品给他们做抽奖啊什么的。我真的，我也是很想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那你到底是有没有拿孩之宝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拿嘛？你说他没有赞助你，然后下面又说他会给你东西给当奖品给人家抽奖，会提供东西给你们做开箱。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好，不要语无伦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不要上面讲没有，下面又马上又说自己有了。啊，你这个分数，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没有那么优啦。那再来是让我看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是看起来有点生气的啊，就是说，他说他们是一群单纯的玩家所组成的论坛。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玩家组成的论坛，你怎么去攻击其他的玩家呢？对不对？我也是普通玩家，甚至我是半退坑的玩家。那你们既然是玩家组成的，你为什么要攻击其他玩家？我也不懂。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一篇道歉。尤其最严重的是第一条啊，我自己完全没有被他通知，然后他就是对空气讲，然后就觉得自己没事。好，那这三点是我光看这个文章，我就觉得说，光这个文章本身，我就觉得是已经是不是很优秀的一个危机处理方式。当然我也不 care 他们怎么处理了，反正我要讲我也讲了。那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非常微弱的、非常弱小的一个社团，那我也不想对他们太苛责，毕竟他们也需要生存空间了。那题外话就是说呢，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啊，你知道他们那个群组里面有200个人，那我觉得你200个人里面怎么可能你在里面讲什么事情都不会走漏出去？我觉得很夸张啊。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你智商低到觉得说200个人都跟你一样都是木头，他们不会讲出去啊。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讲出去你也不怕，你就是嚣张嘛。那不管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很不可取啊。那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在里头呢，在这个群组里头呢，当这个站长发了道歉信之后，有一个人觉得这样还不够，然后就想跟这个站长理论，结果在这个群组里面才讲没几句就被人家踢出去这个群组了啊。所以然后里头据说里面的人还继续在骂，我也不知道到底骂怎么样，反正我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就觉得那你就是说一套啊，表面上跟我 say sorry， 然后里面那些喽啰继续妖魔鬼怪继续讲你们的有的没的。当然我也不 care 你们讲什么，对，我已经提过了啊，你们讲什么其实我本来就不在意，那是因为你是站长挑起的话题，所以我要稍微追究一下。那我本来以为你们是很有力量的社团，后来发现你们其实已经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那我想也就算了，那就当我帮你们打广告好了，只是这个广告可能对你们是不利的，对不对？那至于里面还是有人到我都已经2022年了，还在说胡夫骑射的频道是推广盗版的频道，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已经解释过了，你正版玩具做的开箱，你正版开箱做的比我多的，你站出来跟我一对一单挑啊，不然其他你就给我闭嘴，谁的正版做的比我还要多？你说我是盗版推广频道，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一根筋在不对啊。那第二个，
我真的觉得很扯了。再来有一个人说，里面有一个家伙说什么胡夫骑射的频道是盗版的推广频道，所以被偷走是应该的。那照你的逻辑，那第三方也是侵权，所以第三方被 KO 也是应该的嘛。那照你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毛病啊？再来我要说，这种人基本上他的精神生活层次、灵魂的生活层次一定是很低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今天退一万步来讲哈，退一万步来讲好了，即便是一个历史上评价负评满满的恶人啊，我假设是比方说秦桧啊，或者是汪精卫这种汉奸，对不对？对不对？他们生前所留下来的不管是文日记啊，或者是用过的东西，你也会希望这些东西尽量是保存下来。如果不小心一把火给烧掉，其实都是一种文化历史上面的损失啊。你再怎么不喜欢胡夫骑射的九年的频道里面累积了多少的留言量，多少的资讯量，现在一下子通通不见了啊。我只能说啊，有很多人说我的节目九年的心血1000多集一下子整个不见，那是 TF 文化界的灾难啊。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其实很欣慰啊，有人这样子看中我，我是真的觉得很感动啊。但是有人就觉得说我的频道被整个 A 走，整个资料不见是活该。我不知道这种人你们脑海你们在想什么。就我还是我再举个例子了，我很讨厌陈水扁好了。如果陈水扁写给他老婆的情书啊，我也希望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对不对？我也希望以后的人可以留下来，可以看到，不管你喜不喜欢阿扁嘛，对不对？他对吴淑珍的感情是真的，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情书能够保留下来，我也不希望说它烧掉，对不对？对不对？你再怎么不喜欢蔡英文，对不对？你也不他的博士论文，我也不希望他不，我也不希望他的博士论文不见了，我也希望他的博士论文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以后可以让我们看，这是一个历史的资料嘛。不管你讨不讨厌这个人，对不对？他留下来走过的东西留下来是应该的，你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点尊重证据、尊重历史的感觉。那我又会再提到我的550集的时候，对不对？我不是评了一个小玩具，后来厂商说我乱说，要求我把节目下架，我就偏偏就不要下架。为什么？我下架之后呢，证据就没了，随便你怎么讲，我就是要把东西留下来，我就是要把那个影片留下来当一个证据嘛。那我自己也讲过，我自己做节目做十几年，做了几千集，我自己从一开始，我从第一集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留在网络上，10年、20年、30年之后都有可能被拿出来 review 啊。那你当时讲过的话，说过什么事，你做过什么事情，人家都可以拿出来检验你。所以因为我们这样想，因为我们这样想，所以我们才会谨言慎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好了，回到 TFND 这个论坛好了，你知不知道你们曾经是多么崇高、多么领头羊的一个地位？你们现在怎么会沦落到靠讲别人的八卦、讲别人家庭的是非来刷存在感？你们争气一点好不好？你们过去的辉煌都到哪里去了？做点正经事啊，拜托啊！你们一个论坛那么多人，拥有官方直接给你们赞助的一个论坛，一年的开箱文居然做的比我一个人还要少，你们自己要不要争气一点啊？做点正经事好不好？做点正经事啊！做正经事不是讲给这一群 TFND 人听的，他们可能也听不进去，我也不 care 了啊。重点是讲给普通人听啊！当然，我的观众，你们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大概2-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前两年我在困境中，我是闷着，把自己的不高兴、各种不愉快闷在心里头，默默的把一关一关把它突破。我没有抱怨天，没有抱怨地，没有抱怨过命运，我一个人熬着把它熬过去。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做点正经事啊，你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不要讲别人有的没有的，你就顾好你自己就可以了，顾好你自己就好了。那我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者，记录的频道，我是一个记录者，我不是为特定厂家服务的。那今天发生 TFND 这种事情，把我这样丢，把我一个已经半退坑的，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去霸凌任何一个玩家。就我所知道，你们在里面已经霸凌过很多人了。如果今天我不是胡夫骑射的话，我看我大概只能摸着鼻子是自认倒霉被你们欺负而已。只因为今天我拳头还算有点硬度啊，还可以勉强呼你们一巴掌，你们还会有点怕我啊。不然的话，其他的玩家根本就是被你们霸凌假的而已啊。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今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留下证据，包括我今天讲的话，我也会留下证据。那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我今天记录 TFND， 我第一次在我的节目里头提到这个论坛，他们就是一个开头很辉煌，曾经领导过台湾全部的变形金刚迷友的论坛，到今天居然变成一个必须要讲人家八卦才能够刷存在感的一个小小的社团，我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惋惜。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会不会有1500集的 Part 2？
也是有可能的啊。如果我今天发现我讲的不过瘾的话，还是有可能的。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